孩子应该学点什么好呢？问一下杨老师。给孩子练练这个舞蹈，就跑跑步，相对就温和一点运动，对，就不太剧烈的。因为这女孩子是那样，除了她身体比男孩子要娇气一点，这肯定的。还有女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呢，她存在的一些生理周期的问题，这个对她的运动是有影响的。如果你一旦是运动的过分的话呢，这个女孩子要是在这个时候有点妇科病之类的，恐怕大了之后她挺费劲。所以女孩子活动肯定要相对温和。我是建议呢，学学舞蹈。我觉得练舞蹈挺培养气质的。哎，我想说你就喜欢舞蹈。对，我三岁就学舞蹈了，我觉得特别培养。学什么舞？学的民族舞。民族舞。对。然后我觉得女孩子学一下芭蕾，对这个提升气质也有一定也有好处。对。那芭蕾都说练那玩意儿，把脚容易练坏了，就舞蹈演员有个特点，最大的就是你让他把袜子脱了，你看看这脚。舞蹈演员这脚有个挺惨，那不容易。